平均一天50嘛，可口可乐、奶茶啥的，我只能就不能喝了，我尽量烧白开水。然后咱家一切的亲戚往来啥也就尽量断绝吧。为啥呢？要不然但凡有点人情世故啥的，我觉得你下个月都得吃粑粑。不是，咋那么冲呢？我病啊，所以咱俩不合适。你给我那1500块钱不够我看病的。不有病你不早说，来相什么亲呢？真是的。我俩结婚后啊，你就做全职太太，我不想让你工作吃苦。你跟我在一起啊，我一个月给你1500。那我能花了吗？那也太多了，剩下的我买个30一厅吧。普通家庭一个月1500吃饭够了吧？对，1500够了，平均一天50嘛。我告诉你啊，既然已经就是翻脸了，还有20多天过年了，我这也挺紧巴的。年前你要不还给我，你公司门口将全是你的易拉宝画像，你家单元门口也将荒团紧簇，爱咋咋地吧，破防了啊，已经这么地撕破脸了。二平，还有谁？你有房子吗？有地方住。有地方住是有房子还是没房子？哎，你看现在的房价呀，大部分一线城市都要好几万，就按3万来算的话，100平的房子就要300万，还不算上买家具。70年的产权吧，就算你能活到平均年龄75岁，假如你24岁毕业就买房啊，那是可以享用51年，一年有365天，51年呢，就是有18615天，平均一天就是161。你要是租房子的话，一个月5-6千块钱的话，能租老好了。就是没房子呗。目前没有，在奋斗的阶段，所以吧，我就是啊。那你奋斗现在一个月大概能奋斗多少钱？够花啊，就够花。够花是多少？我觉得这人吧，多赚就是多花，少赚就少花。我这个人不爱攀比，我觉得得知足常乐。我就问你薪资大概多少一个月？这几年受大环境影响吧，整体经济不是特别乐观，一年上了半年的班，所以吧，在各个方面因素影响之下吧，现在我的薪资不太准确。如果没有这些外在不可控的因素影响的话，我感觉我的薪资会涨。我就问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赚多少钱和有多少钱它是两个问题啊。那你就回答两个问题。这个我觉得赚多少不重要，剩多少钱才重要。有的人一年赚了100万，花了99万，剩1万；有的人一年只赚了2万，但他也剩了1万。所以这个东西吧，人一辈子也很短暂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老铁，没毛病啊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一席话。我现在是醍醐灌顶，真的，爱因斯坦没活着，他要是活着，他都得跟你学相对论。哎呦，你这个境界嘛，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就是达不到你这个境界了，已经。不谈了。不谈了，兄弟啊，你就别巴巴给我上课了，我自己上会儿自习去。嘉禾。咋的，不认识我了啊？我认识你，你是那个专家，画饼专家。瘦了啊，最近过得不好啊。教练说了，碳水吃多了容易胖，你现在不吃饼自然就瘦了。你那嘴咋还那么损呢？我就这样，你这种气人哈，改不了，直到我死。你要不喜欢我的话，你可以比我先死。你看你的性格啊，谁能忍受了你呀、啊？那也就是我们俩和好得了。和好，火坑跳一回就行呗，还来回跳啊？干啥呀？炼丹呢？你看你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你这2年越来越漂亮了啊，今天的衣服也真好看。这嘉禾，这2年我一直忘不了你，你说为啥呀？到底是爱啊，还是不甘呢？新欢没到位呢，旧爱咋能缺席？我哪还有新欢呢？那我为了你删除了那么多女人的微信，对不？还好意思说呢？微信里2/3都是女的，你说你能唠得过来吗？你是客服啊你？那我不都删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是删了吗？你那是改备注了，那一夜之间多了好几十个大姨大姑。哎，我问你，我说那你那大姨咋都不一个姓呢？你说你老改嫁了，你说你还是人了，老人让你撒圆了，还拿着我送你的手机跟别人聊骚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？那狗吃了你的良心都得觉得没屎好吃。今天最后一次警告你啊，以后看见我你绕道走啊，要不然我见着你一次我骂你一次。你好，不好意思来晚了啊，王阿姨介绍的啊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久等了啊。啊，那个杨先生哈、啊。对对对，我姓杨，名伟。啊，杨。啊，你这眼睛怎么了？真大。啊、哦，谢谢。哎呀，那双眼皮比我眼睛都大。啊，
啊，没有，你眼睛也不是特别小，就是眼睛小去光嘛。哎，你这双眼皮儿，大夫用屠龙刀嘎的吧？失败了是不？没有，拿倚天剑嘎的。铁子，你没看仔细吗？这不是双眼皮儿，这是抬头纹。女孩子还是真实一点比较好。那要像荷花一样，出淤泥而不染。铁子，出淤泥而不染的不只有荷花，还有金针菇。我特别讨厌整容女。你要是没相中我吧，你这功夫可以走，好不好？你说你吹毛求疵的，从一坐下来开始，这叭叭的一顿说。那没办法呀，我这个人直肠子啊。你直肠子也不至于从嘴往出拉吧？你会唠嗑吗？你有情商吗？再说了，你没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啥形象吗？啊，那草包肚子、大象腿、满脸褶子、大臭嘴，那肚子都让我想起新开园的山地大西瓜来了。就你长得真是曲折离奇、颠沛流离，都不禁让我感慨你爹妈的神奇，真是。就拿你照片要是当那个手机屏幕啊，都得中病毒，还嫌弃我？太粗鲁了你啊！再说了，那人活一辈子，爱美之心，人人有之，那我必须磕碜活一辈子呗。那我只要是不是特别夸张，整的我亲妈都不认识我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，我稍微微调一下，那我犯法呀？你是给我交过学费呀，还是给我换过尿布啊？我有什么权利让你赏心悦目啊？你在这块一遍遍巴巴的，算了，努力。结婚出相啥亲呢？不是，我跟我媳妇快离婚了，就是采访还没整明白呢。咋？快离了，还没离呢。哎呀妈，你挺着急呀你啊！你这要保住二，守住一，发展三四五六七呀、啊！你干啥？你要组团队？你要出道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他就是来自东北的佳鹅，365天对人都不带重样，特别是相亲时对渣男更有一套。你好，我叫尼古拉斯。啥时候出道的？现在不都流行说艺名吗？洋气。哎，那你平时说话的时候，就也这样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样笑不是痞帅痞帅的吗？女孩子不都喜欢男孩子坏坏的吗？女孩子喜欢坏坏的男孩子，但是不喜欢坏了的男孩子。人家是痞笑，你的好像立时牙抽筋了。这叫表情管理，美女。我知道你为啥叫内裤拉丝儿了。尼古拉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英语不太好。尼古拉丝儿，因为你喜欢 cosplay 四哥。那我问你，我这样的男生，你对我动心吗？我想对你动刀。铁子，真的就你这个长相能拯救一家濒临倒闭的整形医院。你一直这么粗鲁啊？我感觉我比你阳刚。我这叫温润儒雅啊。你那叫阴气太重。哎呀我的妈呀，穿上轻服你都能起关呐。你快跑吧，真的，我姥爷是林正英，一会儿我职业病都犯了。你啥职业呀？驱魔。你二姑把我条件都跟你说了吧。我呢目前没房，其实我也够买房的，但男人嘛要以事业为重，所以吧钱都用来做生意了。车呢，我觉得10几万20万那些破车吧不如不买，等生意好了买个100万级的 SUV。 这个两个人哈，如果互相喜欢，我觉得啊10几万20几万那个天价彩礼吧也没啥必要。我呢还有一些那个是什么让你把没车没房没存款说的那么自信啊？啊，还有再一个就是，为啥你会觉得10几20万的车是破车，10几20万的彩礼却是天价呢？10几20万买的车嘛，起码是新车。10几20万那个彩礼吧，取的是几手的呀？二手的劳斯莱斯也比雅阁贵，弟弟。你这么拜金吗？男人没能力才会说女人拜金，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还穷的理所应当。你说你长得像那个花圈店的小紫人似的，看着都营养不良了，这谁给你的自信呢？昨天我二姑给我微信推过的时候，我一看你的朋友圈，真是好家伙，你是豪门遗孤吧你啊？出趟国能发80条朋友圈啊？你比那微商发的都勤呢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关注我的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谁上那个动物园看见那个不认识的动物不多看两眼吗？问你干啥去啊？动物园味儿太大了，我出去凉快凉快去。哎呦我的妈！真不愧为东北女版郭德纲呀，口才一流，而且对人有一套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当他再次鼓起勇气去相亲时，更是差点没把小编笑晕。我在国外啊，从来不喝这些东西，不健康。你也看到我条件了，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以后啊，你可以跟我去西方。极乐世界呀。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啊，就是西式教育。我不是平民，我是外国国籍。什么呀？外国国籍就不是平民了？外国又不是凌霄宝殿。你说话怎么这么粗鲁呢？但我可以包容你。哎呀，你可别包容我了。
我听说国内有彩礼这么一说啊，那两个人在一起吧，那彩礼就走个形式，早晚你也得带回来，是不？不是，那婚礼是不是也是个形式啊？那办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？你说话太没有水平了。那在我们西方，行，你给我闭嘴吧！你们西方，你说你吃过几年洋米，真拿自己当洋货了。就我身边吧，国外工作的，哎，甚至移民的非常多，有的也挺有成就，那也没像你这么崇洋媚外呀。不是你上辈子你是树叶子吧？你太飘了。你总踩我干啥呀？我上辈子是缝纫机，我老能踩了。你昨晚你回去找个洋妞吧，你别搁这嘎糊我同胞，真的，你不爱喝是吧？你不爱喝我可乐喝了，你都别喝了啊！我一会儿都打包。事太多了。月工资税后有1万吗？啊，太直接了，我税后没有1万。那税前呢？嗯，税前也没有，睡着了有。你做什么行业的？你是？你猜猜呗，我做的工作总跟动物接触。动物园饲养员还是开宠物店长？屠宰场。你这职业哈，再加上你这身上画的像手抄报似的哈，你上辈子可能是个画碗哈。我喜欢纹身。纹的挺对称哈，就是俩胳膊，这纹的是对联啊。你啥呀？我初恋。炸！太意外了啊！这胳膊是初恋，那这胳膊是我前妻。我的天哪！更意外了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大哥，你不是画板，你是一个代表格的。哎呦，谁年轻还没点故事呢？你要是吃醋，我可以把你也纹上。行，快拉倒吧，大哥，你这你前任，你初恋，我是横批呗，你这不用了，我还是不上你那点名册了。嘉禾，我就是挺喜欢你的。谢谢。如果你不在意我的过去，我想给你一个家。大哥，你赶上干房产中介的了，你得谁想给谁一个家呀？真的，你那是个小区呀、啊，我就不进你的业主群了啊。那个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完了我们还不太合适，我祝你生活愉快啊！再见。这嘉禾的口才真是太高了。不过小编支持你，其实东北嘉禾不仅敢对渣男，更敢对自己的老弟。不信来看。哎，你说那爱你的和你爱的咋选呢？你仿佛在问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，是四合院好还是别墅好？咋的了？触碰到你自身盲区了呗？不是，你是在我伤口上狂妄的撒盐，还在问我咸不咸？这么好没出去啊？咋的？爱你的和你爱的都没约你啊？约不起，太贵了。咋的呢？太拜金了，都拜金女。啥叫拜金女呀、啊，小弟？啥叫拜金女啊？没处多长时间，管你要那个4-5万的包，180万车的，那叫拜金女。你就跟人家处一个来月，人家就想吃顿日料，到夏天了就想上德屋顶上买一套像我这样式的小裙子，那就叫拜金了。拜啥金呢？铝合金呢？那都不敢上那个寺庙去拜拜观音菩萨，那菩萨一显灵，说不定能保佑他得了病。我就发现了，你纯纯的女权呐。我那不是向着女的说话，我那是向着你说话，小弟，你别太自信了。就你这条件，那和你在一起那属于真爱了，拜金女拜不到你头上，小弟，你就是一零钱罐儿，别总拿自己当 ATM 机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姐，你借我点钱呗？不是上周才开的工资吗？钱呢？买鞋了。剩下的呢？没剩下。我啥鞋4-5千呢？啥脚丫镶金边穿4-5千鞋呀、啊？那不球鞋限量款的吗？穿着舒服不得劲吗？不，不是，来，你告诉我多得劲啊？咋的？穿那鞋上洗脸取经不磨脚啊？穿那鞋子至少你的脚就脚趾甲一点啥的、啊。你就记下我吧，那我下辈子当牛做马报答你还不行吗？大黄边也不让骑马呀，那是女的。我就能吃两顿火锅，我还不吃牛羊肉，你还当牛做马，拉倒吧！这辈子我都属于是触犯天条了，下辈渡劫遇着你这个瘟神，还下辈子，你别说话了，你离我远点吧！真的，我看你看时间长了，我结膜炎我都犯了，说多了话容易饿，省点钱。你要饿了，你就舔你那4-5千的鞋，解饿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真是不拿老弟当外人呀！都说窝里横不算什么，当嘉禾遇到不要脸的物业时，他也敢强势面对。你好，物业。哎，咋的了？你家这个季度物业费没交，抓紧时间补交一下。你如果不交的话，不给你家供暖。不是，供暖跟物业费有啥关
供暖是我们物业代收的，你不交物业费不给你供暖，这是规矩。嗯，哎我的妈，你立法吧，还规矩？那我交采暖费，我直接交采暖公司就完事儿了呗，我不用你们代收。再说了，你也不用吓我，你知不知道我为啥不交物业费呀、啊？那我家马桶坏了，我说让你们找个师傅来修来，完了你们给我找过来一个师傅，啊，这师傅咋可厉害了，这个交那个记的，最后收了我200块钱。啊，前两天下水管坏了，我给你们物业打电话，迟迟不来修，那家都一周了，最后没招了，我自己找人来修的。那我一年大几千的物业费交着，我没享受到任何的服务，我不明白你们物业存在的意义在哪里。那你说你们电梯坏了啥的，那谁修啊？那外边卫生谁打扫的呀？哎妈，你说电梯我就更生气了，电梯额外交80块钱电梯费，哎，就那电梯卡都10块钱一个，你敢说你们没挣钱吗？那为啥不包括在物业费里边啊？哎，你再说电梯里边的广告费，对不对？那属于是我们公摊面积，你收那广告费你也没给我们业主分呢。那磨磨唧唧一大堆，你到底啥意思？就不交呗，对不？哎，对，就这态度啊！口罩期间你们就这态度，那家一个个像那个浴馆退休了似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业主是犯什么错误了，关你们这儿了啊？我们是犯错误了还是咋地呀、啊？恨那业主像恨那孙子似的，一点人情都没有。我二大爷没三天了，都比你们热乎。我告诉你啊，好好整改，还要注意你们的态度问题。整改好了，一分钱不再差你们的。哎，整改不好的话，别天天来敲门了啊！哎，你这口才太好了，小编也要学学啊。那老铁们喜欢这能说会道的美女吗？欢迎留言讨论，长按点赞开心每天，欢迎兄弟下次来玩。今天聊的都不错啊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你回去等消息吧啊！不是不是，等会儿，我回去等消息，啥意思啊？啊，我下午还有个相亲，我也走了。啊，你这。还货比三家是吧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谁不想找个更好的呀？那是没毛病，买土豆子还得挑挑，买西瓜还得敲敲，是没毛病。但是你这直接你说出来了，着实是挺尴尬啊。那有啥尴尬的呀？那我有车有房，一个月5000块钱工资，那五险一金我啥都有，我这条件怎么的也得90分，那所以一定不能盲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坐标沈阳，50来平的公寓，10多万块钱的代步车，一个月5000块钱工资，你给自己打90分？那我想知道你给我打多少分？哎，你的话各方面条件还可以，偏瘦，及格分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及格那真是孔雀开屏，得意忘形。啥？没啥。你听没听过一个词叫普信男？你什么意思？刨除你这经济条件不说啊，就咱这情商是真够挺够费劲的了啊！而且我一直不爱拿人的颜值说话，我觉得不太礼貌。就你这颜值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上狗市去配去，人都嫌你品种不纯。你给自己打90分呢，那还我跟你说，这要不是奶茶好喝呀，我早走了，真的是。你个烂尾楼还公开招标，我还回去等消息了。别等了，拉倒了啊！我俩之前那个网上聊天的时候，你说你身高1.78米啊？对呀、啊，还对呢，都见面了还撒谎呢。1.78米，1.7米不？这跟你相亲都得下载国家反诈 APP。身高那么重要吗？我就谎报一点儿。妈，那是谎报一点儿吗，兄弟？我1.68米，咱俩站一起可丁可卯的。我发现你咋不实在呢？你这人，你对我的身高失望，那我的钱包滚烫，一点实力，笑纳。妈，第一次见面整这，太贵重了吧？我说有点。那不用外包装干啥，多余呢。我这个人很大方，那很会讨女孩子芳心的，很会给女孩子添堵。你不喜欢吗？那同样是礼物，如果袋子里真是爱马仕，你的态度会不会不一样啊？那人性啊，真经不起考验的。其实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啊，但你这个态度吧，快拉倒吧，老娘差你一个爱马仕吗？还人性经不起考验了，我来配合你考试来了。你瞅你头发敢沾一脸斑，那班长那比眼睛都大，俩眼睛之间打车距离都需要10块，还身高失望，钱包滚烫，你有几个钱儿啊？你家里有银行啊？上来跟我俩炫富来了，还测试我，破烂的。我在国外啊，从来不喝这些东西，不健康。你也看到我条件了，我希望我们在一起以后啊，你可以跟我去西方，极乐世界呀、啊。从小接受的教育啊，就是西式教育。我不是平民，我是外国国籍。什么呀？外国国籍就不是平民了？外国又不是凌霄宝殿。你说话怎么这么粗鲁呢？但我可以包容你。哎呀，你可别包容我了。我听说国内有彩礼这么一说啊，那两个人在一起吧，那彩礼就走个形式，早晚你也得带回来，是不？不是，那婚礼是不是也是个形式啊？那办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？
你说话太没有水平了。那在我们西方，行，你给我闭嘴吧！你们西方，你说你吃过几年洋米，真拿自己当洋货了。就我身边吧，国外工作的，哎，甚至移民的非常多，有的也挺有成就，那也没像你这么崇洋媚外呀。不是你上辈子你是树叶子吧？你太飘了。你总踩我干啥呀？我上辈子是缝纫机，我老能踩了。哎呦，你抓紧回去找个洋妞吧，你别在这嘎糊我同胞了，真的。你不爱喝是吧？你不爱喝我可乐喝了，你都别喝了啊！我一会儿都打包。事太多。在结婚后啊，你就做全职太太，我不想让你工作吃苦。你跟我在一起啊，我一个月给你1500。那我能花了吗？那也太多了，那剩下的我买个30一厅吧。农家庭一个月1500吃饭够了吧？对，1500够了，平均1天50嘛，可口可乐、奶茶啥的，我只能就不能喝了，我尽量烧白开水，然后咱家一切的亲戚往来啥也就尽量断绝吧。为啥呢？要不然但凡有点人情世故啥的，我觉得你下个月都得吃粑粑。不是你说话那么冲呢？我病啊，所以咱俩不合适。你给我那1500块钱不够我看病的。不有病你不早说，来相什么亲呢？真是的。而且呢，你有病你都能来相亲呢，我有病我不能来。不是，我哪有病啊？你没有病吗？你不脑袋有病吗？对不？听说裹小脚的，没听说裹小脑袋。哎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穷的，你家马桶都没屎吃了吧？你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这么唠嗑啊？你这么唠嗑，活该你没对象啊！妈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真倒霉！人家给他删了，完了之后买了个上海的手机号，注册了个微信，哎，跟人家假装谈网恋，不到半个月谈崩了，完又注册个北京的手机号，你就说吧，短短几个月，干上他妈全国连锁了。那为啥分手啊？上个月给他还花呗，还了800，说是买化妆品，谁正经过日子花那么多钱啊？他都有对象了，他没给谁看呢？气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哎呀妈呀，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，出打经去，把800块钱挣回来，那闹好生气呢？不小心给你气脑梗了，上医院溶栓800可下不来呀。没给谁看，谁不瞎没给谁看呗？好人能跟你过，嫁到你们家跟他们被拐卖了有什么区别？我跟你说，那你跟你媳妇儿出门，你媳妇儿造的像个怨妇似的，人笑话谁呀？不也笑话你吗？对不对？笑话你那大姑娘嫁到你们家里，让你他妈伺候的像百岁老人似的。我就多一跟你讲。哎呀，我多一听。普通人要有存100万，实在是太难了，真的是。这有啥难的？不就是不能吃苦吗？多来几份兼职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那个做代驾啥的。那年入百万不是很轻松吗？妈的，说少了。那用不上一个月就得资产过亿，张张都是玉皇大帝。看着说话不腰疼，真的是。哎，那你咋不去呢？白天上班，晚上上班，还没等年入百万呢，就得年底大办，真的。然后确实存100万，哎，确实能啊，确实能。普通人想存100万需要多久啊？一个月10000块钱工资的话，不吃不喝，8年半呗。那也不难啊，玩的。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，却觉得100万是小钱的人是什么人？你本人。啊！我月薪3000是因为一个月只有30天，那如果一个月有100天，那我的月薪将高达10000。你没事吧？你可真厉害，真的是。你没有厌食症吗？你自己给你自己都画饼啊？你不懂，这叫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，你那叫闹钟一响，你我皆是牛马。哎呦我的妈！要说人呢，一旦上劲儿的时候，他自己都给自己吸了。这啥意思？啥？龙头啊！龙年挂龙头，一年吃喝拉撒不用愁啊！没看评论区吧？这是水龙头，一年钱财富水东流。这马上过年了，怎么一点仪式感都没有呢？要啥仪式感呢？你别把那跨年搞得像分水岭似的，真的。你记住，你今年啥样，明年还啥逼样。跨年又不是投胎的，那家整成大仪式感了。你看他朋友圈发的都吓人，做 PPT 都没那么认真，谁看呢？今年再过一个年32，明年就没有了。干啥呀？明年不活了？明年开始，连续好几年都只有29。妈呀，那恭喜你了，你又少放一天假。2262年，两个春节呢。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吃两份贡品呢？到时候不是买哪儿的问题，那时候说不定都给你刨出来了。你唠嗑真费劲。那赖我了，我层次太高了。